这个你们的这个一点乖乖不放肆中国舆论中国成果啊中国成果除非啊 Nuclear waste water Can't we do anything? No I will give them some practice Wait a moment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由于和四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常年备受争议中国社群微博6月1日流传一段影片名为中国铁头的网红拍摄自己在靖国神社入口处刻有靖国神社的石柱上撒尿我们现在在一个中介镇这的房子呢离靖国神社步行300米房价2亿1000万日元也就是说现在的汇率1:21千万多少平米呢68.54相当于15万左右一平所以它这个日本靖国神社是位于日本非常核心的位置相当于是超级富人区还用红色喷漆以英文写上厕所的图样。日本警方已展开调查。中央社报道，根据在微博流传的影片，铁头对着镜头表示，面对日本政府允许排放污水，何处理水，难道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不，我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事发在6月1日早上6:20左右，影片显示，铁头爬上靖国神社入口处一根刻有靖国神社四字的石柱。向石柱撒尿之后用红色喷漆在石柱上写上英文 toilet 厕所然后离去该石柱被涂鸦的部分目前被布条遮盖神社内部尚未发现其他涂鸦警视厅区厅署正以涉嫌损坏器物等嫌疑进行调查日本共同社报道目前石柱的部分地方已用蓝色遮雨布隐藏工作人员已使用清洁剂与刷子清洗报道引述一名前来参拜的40多岁女性表示本来想和石柱拍照的很遗憾希望别做过分的事情干嘛说两天干啥来了我们在哪哪哪我们在地铁集团我们在地铁对吧现在领导就不接近我们对晚头发晚头发发对你不转呢说没事我就得说干啥来了吗我们现在在沈阳拿着说随便走5分钟的沈阳市地铁集团啊那个集团正面现在地铁集团不要我们了我们全体保洁都在维权大家赶紧过来啊看见没领导猫起来了不给回复看见没我们正在等着呢看见没来谁来两句来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领导躲起来了看见没给我们亮着了我们搁这暴晒呢看见没老百姓难不难看见没难不我们4号9号10号全是我们开的粑粑全是我们抓的看着没大家看一看看见没看见没沈阳地铁后面是国家的影子看见没、
快手这事发，嗯，你没完事儿啊？都看看啊，我们就搁太阳底下暴晒，都看看啊，这是国家企业，而我们保洁员就晾晒在这里。全体保洁员，共产党万岁！停下就是下野总会。共产党万岁！滚回台湾！滚回台湾！消灭共匪！大家看清楚啊，这是什么商会的？什么商会的？停下就是下野总会。我是主席。共匪的走狗。共产党万岁！共匪的走狗。哎，共匪的走狗。我先说好啊，要是这个玻璃门有什么塌陷的话，是你们负责啊。我不知道这个话影响到什么，我真的是搞不懂。这么多门面，人家生了外面的为什么没事？我就贴个画贴到门口还有事了。不要贴，你可以贴到里面去，你不要贴到外面来。我知道，那为什么这条街别人所有的都贴到外面？那这么多门面，这么多棚子。人家招牌都坐在外面都可以，为什么我这个一个话影响到哪里？而且是在我交租的范围之内啊，大哥。我是摆到牌面在外面了吗？是不是只针对理发店？我等一下看所有的理发店，如果门口还有贴的话，那你就是针对我们。就针对我这一家呀，所有的一条都没事，别人东西摆到外面也没事，那个栏杆那个什么搞到外面都没事，招牌打到外面也没事啊，我这个话贴在里面影响到他们了。这个是指的是什么法？不是我们不配合。哦，人民币是过来啊，人民币是过来。你搞定过户能过来走。看别人路过的都说你们是笑话，我不知道你们在执的什么法。这个纸要不要撕掉？撕掉啊，找给他个。谁在呀？这毛病。
把那刀子死给他撕掉，把这个也撕掉。这所有的东西什么人家摆摊的摆在外面都没事啊，我们这贴个画呢就影响到他们存款了啊。等你啊，等你啊。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苷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